中意大輝哥就遲千里咁啊！呢筆買貴你嘅狀態都嚟得好快。係啊，佢身形啊、體態啊，佢因為唔係好論證噶嘛，所以佢狀態嚟得快好，你你所講。其實上一場佢喺田草跑咗第二名，田草千二米跑第二名。其實嗰陣時係咪都已經即刻要諗住嚟轉場跑呢邊咧？跑完先諗嘅。個結果就都可以話真係輸出咗彩。但係佢越嚟越好啊，無論狀態啊，或者嗰個頭腦嗰方面啊，都慢慢好成熟。亦都喺佢復役嘅初期，曾經嘗試過跑千四米嘅，佢心目中都以為佢呢匹馬可以。即是在一分鐘距離的馬位，千四不出奇啊！就是因為可能嗰陣未夠力啊，早咗跑千四。下季都相信都會喺轉台賽呢度。冇錯，慢慢加，可唔可以增值？再一次恭喜曬輝哥，恭喜曬你 ，thank you。